主席，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在《基本法》第73條講得很清楚，你將它即總括，你可以將它分成幾項的。第一是立法權，但很多時候只是就政府提出的法案投贊成、反對或者棄權，議員要投出私人條例草案又要受《基本法》的限制，還要分組投票，這個立法權已經是形同虛設。放在《基本法》第73條第一項就是講預算權，批准這個財政預算案，審核財政預算案，所以這個是立法會議員一個很重要的權力，尤其是今天的立法機關，現在我們這個立法機關。當然我們還有同意權，對於官員任免我就沒有同意權，但是對於大法官、對於法官的任免，這裡要行使同意權。立法權、預算權、同意權，還有一個質詢權，質詢政府的施政，你不得嫌他啰嗦、冗長、無聊，這個是立法會議員的天職來的。還有一項叫彈劾權，就彈劾你不到，因為彈劾行政長官，很清楚的，你作為議長，這個總目14納入附表，為什麼不可討論呢？為什麼不能重複討論呢？很簡單啦，如果正話幾位重複發言的議員不要針對一項重複總目裏面，即是在這個14個總目裏面，你每項講15分鐘都有排講啦。你不是預咗人哋可以講嘅咩？拉咩布啊？呢啲叫做請問。如果你預70個議員就每一個總目都發言一次，又好稱職講15分鐘，冇拉布，冇重複講，你同我乘下14個總目乘14分鐘，再乘69人，是幾多少時間？浪費幾多公帑啊？黃國興，話你有幾交你就有幾交，有幾 seven 你就有幾 seven， 咁又浪費幾多公帑啊？係咪理論上係可以咁樣做啊？尊貴嘅主席，尊貴嘅主席，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？呢70個議員，除咗你老人家，69個都可以發言，又可以唔發言？咁我哋尊重佢唔發言，最多佢接受人哋嘅批評，話佢唔應該攞呢87,000人工，係咪？但係發言嘅議員點樣叫拉布啊？根據你嘅判斷，呢啲叫拉布，所以俾你把把金教剪，明明係講大話嗰把金教剪嚟咩？金做嘅咩？我係唔講嘢嘅啫，我話俾你聽，係咪？我睇上邊慢慢喺度睇，咪慢慢咯，係咪？14個總目我都預嗱，我冇講曬嘅，你唔好話我拉布，我有準備嘅。阿哥，我係講申訴專員公署，我係講審計署，我講政府飛行服務隊，係咪？我揀幾個嚟講嘅咋，拉咩布啊？我認為要納入附表，大部分我都贊成㗎啦，呢14個總目，係咪？但係有啲我要提出一啲意見，咁點解唔得啊？點樣浪費公帑幾多個鐘頭啊？200多萬啊？咩概念啊？你唔好話而家高鐵延誤工程可能要揞多幾百億，嗰啲唔係公帑啊？嗰咩概念啊？又可以攞黃國興攞嚟比較一下啦，係咪？嗰、那個婆話你係個西門出嚟嘅，你大啲啊？咁係咪？大家同一個西門出嚟嘅，係咪？你又唔幫下啲阿婆？全民退休保障，你有老豆老母生人哋冇啊？講嘢。佢可以講，你又俾佢講15分鐘，係咪嚟批判嗰啲所謂拉布嘅議員？你都要俾我15分鐘回應翻佢嘅，係咪？立法會議員即施預算權、立法權、同意權、質詢權、彈劾權，有五個權嘅，唔講你都可能唔知啊。黃國興講阿江，係咪？小弟就滾瓜爛熟㗎喇，對於呢立法權，尤其是呢個立法權係細到掣肘嘅，我哋只能夠喺個夾縫中，喺個罅隙嗰度去盡一個民意代表嘅責任咋嘛。而家係有咩問題呀、啊、即使係拉布，所謂拉布也者只係延長嗰個開會嘅時間，係咪令到大家更加明白嗰個會議嘅內容，甚至乎對政府構成一個壓力。喂，呢個係世界通用嘅做法嚟㗎，呢個係議事規則容許㗎嘛，哥，你都刪咗梁國雄900多項修訂啦，係咪嘛？900多項，係咪先？你都刪咗佢啦，你都用你嘅權
系咪？有冇呢个权啫？有得拗啊！真系，我今日写咗篇文，你睇下啦，《太阳报》系咪就系、是、批判你噶啦？删嗰、那个议题好简单，就系、是、话你削权。黄毓民议员，你削减呢个预算，我系即系根本就系滥权。我话俾你听啊，越权系咪？我有权讲噶，你冇得辩驳噶。你而家做主席，你唔系同我辩论啊？黄毓民议员。你叫我返回正题就得，你不能喺个会议厅里边就我嘅裁决。你叫我返回正题就得，主席，我而家返回正题。你再离题，如果你再离题，我停止你发言。停咩止我发言啫？我而家有得罪你咩？系得，因为得罪你停止发言，定系因为我离题你停止发言呢？黄毓民议员立即翻嚟辩论嘅议题，即系唔可以讲主席删呢个梁国雄嗰个修正案。OK， 唔讲，我又唔想即系吓。因小失大，所以有時做人都好慘嘅，要委屈求全。講翻轉頭，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，喺我哋呢個議事廳裏邊，有69個議員，除咗你老人家要主持會議之外，有咩理由就呢個總目，即係第一組合併辯論總目一，即係呢個總目咁多個14個冇人講嘢嘅咧？係咪？而可以講嘢嗰啲？又重複講嘢嗰啲嘢，嗰啲人又俾人鬧嘅咧？你解俾我聽，點解要你要咁樣？即係你點樣要合併辯論，整呢14個擺喺一個第一個部分，又俾大家去發言咧？係嘛？理論上大家都要發言噶嘛，主席唔夠人。